咱岛官元武义动原住民族文化嘉年华十一月二十五将伫县立体育场展开，馆长柯淑华邀请大家热情参与活动内容，结合原乡文化、产业等等，规划一连串精彩表演甲运动竞赛，佮有充满部落特色嘅文创刺激，加强营销原乡产业，感受创新嘅一面。有个斯坦的传承表演来插一个现场的气氛，为咱岛观元武义动原住民族文化嘉年华宣传活动来暖心，邀请乡亲十一月二十五号热情参与。那在活动当天，除了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的原住民的射箭啊，还有包括各类的球类啊，这些呢，还有包括晚上都有歌舞的表演。就是恳请邀请大家哈，有空能够来到我们南投县啊，品尝一下我们原住民的风味餐，还有我们原乡的一些食材，还有我们的产品，再过来就看看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我原名我骄傲，我们有非常多的文化，非常好的球类的运动，我们体育的人才，然后我们的传统射箭，各种的文化的传承，都在这个活动呢，都可以呈现给大家。多讲借着活动来推动着关乡的产业，为了传承本地文化，关乎每年的正月，嘛要来举办着设计竞赛。前来指导的知名设计师，现场精心安排着服装的作秀，包括柯淑华馆长穿着特别制作的礼服来协助着代言。让大家看到，其实原住民的活动不一定是传统的背心，只能在参加原住民的活动可以穿。如果平时我们去参加各种的宴会啦，包括说各种的这些的这个即使是上班族也能够去穿的服装，那我相信呢，更能够去推广原住民的元素啊。或许这次的得奖作品可以跟我的品牌一起做联名，然后可以做大量的生产，然后好比说谁谁谁擦安德烈是一个联名商品。另外，柯淑华馆长正关心着运动选手培育，本来超过着2000万预算以外，嘛将甲国际比赛选手前三名奖金提高到10倍。那现在已经修正完毕了，我们会把第一名的部分呢会提高到30万，那铜牌的部分是20万，对不起，银牌的部分是20万，铜牌是10万块，10、20、30这样的一个等级。那个人跟团体都是一样。官府热情来欢迎着各界参与，唔通错过着这难得文化产业推广活动。记者林信，差不多。